注意事项第一点，执行运动时应避免憋气。记得在运动时出力时吐气，放松时吸气，这样才能避免伤害的机会。注意事项第二点，执行运动时应注意选择合适阻力的弹力绳。才能减少伤害的机会，并达到有效的运动效果。注意事项第三点，运动过程中如身体发生不适，请立即停止运动，以减少伤害的机会。注意事项第四点，使用者若为12岁以下儿童时，应有人员从旁指导正确动作。